瞒着大爷不多见啊，再帮他把红打了。现在4分53秒，这个时间点瞒着应该打完第二组蛤蟆上狼了。他家六级刚刷的啊，等我走到的时候，要么没打，要么打一半。不管怎样都能反到东西的。再打，希望他一刚用 E 接 AQ W 念不通。他没 E 啊，没 E 他死定了。妖精来了，那不影响。满城征服者直接 E 接 AQ W 念不通，散了，那就放他一条生路。满子来抓中了，等他用个 E 再出去。中单飞过去了，那看他追不追吧，他不敢。哇，这他不会敢飞上去吧？不敢。我们这边蹲下看看他会不会追这个位置，追了。先不急，等他走近点再上。一接 AQ 捏着桶，跳脚接 W， 人头让给威古斯。刚好他家蓝刷新了，帮他打一下。小地图上看到蛮子打完六级去红了，现在过去刚好打一半，完美。蛮子连死几次，装备很差的，等我到之前他是不可能打完的。先把果实点了。一个 W 一上去粘着一走了，跟神带走，然后帮他把半血红打了，吃主和蟹。哎，蛮子他好像是 E 下来的，一上去粘着桶挑飞机 W 带走，第二个 E 还被我挑飞打断了，再吃一组和蟹。小地图上又发现蛮子了，再去捅他，这次他直接一走了，他没有能追上，炸下去一接 AQ调整接 W， 他开大了，拉扯一下，等到大招没有了再回头，一枪捅死，我真不是人啊。